条人命，我一条命，我也一条人命，我三条命。别惊动他，大哥，今天不是7月15吗？不能，我都穿棉裤了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有人吗？没人。这是卡哪儿了？你要去哪儿啊？18层。大姐，你是不是应该下去啊？我是想下去啊。那你倒是下去啊。那我下去，你俩不也下去了吗？姐，你就把我俩留这儿吧。对呀，你这三条命的，就放了我们俩这一条命的吧。哎呀，我说我怀孕了，双胞胎，加我，这不三条命吗？嗯，你照着点啊！哎呀，我说大哥，你这五大三粗的，你胆儿也太小了。兄弟，你干啥呢？我怕你害怕。灯亮了，我不怕。你歇会儿呗，我不累，我累，我去看看电梯哈。你别在那乱鼓捣，你再给整坏了。不是乱鼓捣，来电了，我看看能开门吗？行了，哎呀，净添乱，老实点，待会儿吧，等待救援。不是，我和你俩在一块儿，我真倒霉。啥？你说啥？倒霉？谁倒霉啊？你要不抡我那一下，我都下班回家了，知道吗？我抡你的时候，你要缩一下脖子，你不就过去了吗？不是，你这人咋这样呢？我跟你说，都怪你。要不是你问我哪栋楼，我是不是坐第一趟电梯我就上去了？你还怪我呢？你要告诉我这是7号楼的话，我就不上来了。我为啥要告诉你这是7号楼啊？这是6号楼。我知道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人到底为什么？大妹子，大妹子。别哭啊，大妹子，没事儿，哥在这儿啊。大妹子，你听哥说，咱慢点，慢点，往后靠。我不敢动啊。往后靠，慢点，双腿往下蹲。哎，这样啊，下坠的时候减轻压力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怀孕了，我蹲不下去。来，大姐，你坐在我这上面。来，坐慢点，慢点啊，来，哎，别着急，把这个垫上，啊，软和点。哎呀，谢谢啊。阿宝，小宝，你俩别害怕啊，有妈在呢。别怕，妈给你俩唱首歌。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儿遮风。妹子，啊，这个孩子应该睡了，就别把他们叫醒了啊。